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卖武器》，表演者郭德纲、李菁。给您换一场，刚才这是徐德亮、邢文昭。哎，好啊，不错。逗哏的这演员叫徐德亮，嗯，张文顺先生的弟子。对，这一后台来说，德亮是比较聪明的啊，也比较有文化，是不是啊？是，他曾经在北大中文系那儿待过一段时间。什么叫待过呀？人家在那儿毕的业。对，他是北大那儿给毕的。哎，毕业，毕的那点子业。哪有那点子呀？极聪明。对，当然了，这和他的师父张文顺先生的栽培是分不开的。是，张先生就机灵，张先生就鬼聪明。哎，你看那模样就能看出来，多灵啊！啊，肩膀高，肩膀低，哎，这跟肩膀没关系，心眼儿啊坠的呀。哦，那应该往这边坠。他那心跟嘎着窝呢，你知道吗？长得也不是地方。打小的时候，亮子就跟张先生学。对，啊，学能耐，学做人，嗯，学说话，学办事儿。张先生也爱逗他。嗯，啊，小的时候，哎，亮子过来，告诉你啊，师傅教给你一个办法。什么呀？教你占便宜的办法。啊，您瞧这办法，无论你见着谁，你就跟他说，嗯，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了。你就占便宜了，说这句话就占便宜了。那年亮子才六岁啊，孩子真听话，回家就说，家里没别人呢，嗯，就他母亲在家。是，妈，快来，我知道事情真相了。他妈脸色都变了。这里头有事儿啊。给你这100块钱。给点钱买吃的去。嗯，别跟你爸爸说啊。还有他爸爸的事儿。徐德亮一瞧，好啊，嗯，发家致富的办法。一出门碰见他父亲了。嗯，爸爸，我知道事情真相了。还是这句。他爸爸连事冲一下来也变了，全白了。嚯，给你这400。这房是见长啊，拿出去花去。呵，这就不少钱了。嗯，小孩有这么些钱高兴啊。是是，一上街碰见家门口那送信的。哦哦，哎，过来，我知道事情真相了。我说出甜头来了。送信的都哭了啊，来吧，爸爸抱抱你了。您甭避讳，都听见了，这还避讳什么呀？出去别给人家传这个事儿。您就没少传。不是，相声很多都是编的。哦，这是真的。其实来说啊，亮子、李菁跟我来说都是非常好的哥们儿，哎，关系不错。尤其我们哥俩，嗯，那说实在的啊，前些日子我刚出门回来的时候，感冒发烧，嗯，特别难受，家里人又都忙，没人照顾，就是李菁，嗯，扶着我上医院，我拿药，扶着我打针，嗯，送回家给我弄吃的。说实在的啊，和亲兄弟又当如何呀？对，而且不是一天，好些日子，嗯，一直跟着我好了啊，我很感动。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呀，什么呀？百日床前无孝子。您这话搁的不是地方啊！啊，什么叫百病床前无孝子啊？夸你啊！这没这么夸人的，没这么句话是吧？反正我们哥俩关系非常的好。哎，这倒是。在这后台来说，李菁，嗯，仗义疏财，嚯，这可不敢当。你客气啊，花钱那叫冲，花钱太冲了。给别人花我舍得着呢。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啊，就好像这钱是大风刮来似的。嚯，说算计算计，没有。嗯，这中午了，出去了，门口大饭店，推门一看，20多桌都坐满了吃饭呢。他把人家小姐喊过来，来过来啊，这20来桌啊，都是我结账。嚯，我结账，打开包，都一沓沓新的，哦，都5块钱新的。哎，
5块钱新的，结账，带点大票好不好？这会儿真要站起一个人来，不用，不认识你，不用你结账，马上自己啪啪打晕了算，这不叫仗义疏财，知道吗？这不会过，这是挥金似土啊！什么呀？了不得！一扫他李京啊，整个这一片没有不知道的。对，花钱的状元，嗯，上哪儿去都客气。上门口的商场，他一进去，又有小姐围上来了。啊，知道能花钱啊？什么叫偷东西？怕你找不着合适的东西。哎，您说清楚吧。这几家洗浴中心，谁不认识李京啊？啊，我李京，李京洗澡得头一个下池子，说这池子里啊下去过人了，再也不下。哎，对，这讲究，洗清水池子。嘿，他得头一个。嗯，早去，早晨4点，池子水得了，他过来拖完了下去，又上来了。这个啊，兑点凉的这个。这边有一池子下去，这对热的这个一会儿摸摸水合适的，穿上衣裳回家，开门客人进来了，来多大势力，这没多大势力，我是那市堂子的呀，了不得，什么了不得呀，了不得，当然了，当然了，说李京一个唱快板说相声的，嗯，他会趁这么些钱吗？本身他不会有这么些钱，是不是我挣的？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啊，在北京曲艺界来说，李京是不错，相声说的也好，相声能挣多少钱？嗯，快板当然比相声挣得多，本身他是北京丐帮的少帮主。这谁给封的呀？这是你们唱板的不都是干那个的吗？这干哪个的呀？啊，这些钱不够你糟践的。哎，不够你糟践的。真正的大头是来源于祖产，对，上辈挣的，祖辈有钱呢。是他爸爸你那个说实在的，哎，说我爸爸您别这么比啊，背手也不行。您就光说就得了，他父亲有钱，哎，他父亲也是得的祖产啊，是往上倒几辈儿，李家换门之后，哎，我们上辈有太监的是怎么着？连英啊，连什么连英？这姓还挺寸，还连连英没有？没有啊，官宦之后，官宦之后，哎，家里有钱呢。站着房躺着地，银行里存着多少多少钱，嗯，古玩字画不计其数，是是，你姥姥家也有钱，哎，对不对？对，我认识啊，嗯，我认识他姥爷，哦，我姥爷瘦，齁瘦齁瘦，对，比齁都瘦，哎，这叫什么话呀？瘦得跟羊蝎子似的。哎，没有您这么比的，没这骨头挡着还得往里瘦，是家里都是墓地，嗯，家住良乡，对，良乡首富，他老爷姓周，哦，周，周大财主，对，雇了长工短工4000多人，哇，真不少，为了让这些人早晨早起干活怎么办呢？他老爷早起上鸡窝那儿，后来又叫周玉宝了啊，对对对，行行行行，打他老爷，嗯，我姥爷是周扒皮呀，是怎么着？我说了吗？啊，您这半夜鸡叫都说了啊，半夜鸡叫都出来了。反正挺有钱的，啊，要不然不能把你母亲许配给你父亲。对，这叫门当户对。别看你姥爷家趁这么些钱，嗯，没有多少孩子，对，没有男孩，是是，就是你母亲，嗯，就金莲这一个闺女。哎，您先等会儿吧。我妈叫金莲呐，我没说你姥爷姓潘啊。哎，谁让你提这姓呢？金莲也不行啊。许配你父亲，哼，两口子过门门当户对，嗯，挺好。但有一节，你父亲太忙了，对，不着家呀。嗯，他做事，他是个买卖人啊。北京啊，天津上完货啊，到山西呀，内蒙啊，最远到云贵那边，老得跑长途，买卖人很辛苦，是是啊，他经常回来啊。是做什么买卖的呀？他是一个买卖人，知道吗？是，他是做什么买卖的呀？买人卖人，啊，人贩子，很辛苦，辛苦。
经这太缺德了，这个不经常着家啊。后来你姥爷你姥姥去世的时候，嗯，他父亲都没赶回来，是经顾着做买卖了吗？二老去世之后，你母亲心里很难过啊，坐在家里想你父亲，嗯，怎么还不回来？这些日子走了时间不短了啊，他上哪儿去了呢？行行行。这是我妈妈，是啊，那怎么声音这么粗啊？她壮啊啊啊！一米八大高个儿，青须须的络腮胡子，哇，一巴掌宽护心毛，嗯啊，那是雄性激素打多了，这是。出去大伙儿都客气，啊、大爷您好啊，没这么客气的，啊、都客气。想你父亲呢，嗯，想的跟什么似的，还不回来，坐在屋掉眼泪儿啊。小丫鬟进来了，给您道喜。怎么？老爷回来了。哦，我爸爸回来了。你妈一听啊，您就别学这说话了啊，别学这说话了。不信？你又骗我？假的？为了啊？是是。喝酒高兴啊，还准备做点小游戏。做什么游戏啊？寡酒难饮呢 啊。咱做游戏啊。你妈看看他啊，拿起馒头来。哎。哎，再瞧你爸爸，唰唰唰唰唰！会活着呀？是我爸爸拿钱走道啊？回来了啊？回来，你妈看表，是一分30秒，这还计时？还得快，还得快啊！来来，咱们喝一个，来来来来。哎，你看这个啊，啊，就拿起花卷来。哦。老爷子快，叉叉叉叉，叮，回来了。这回呢，1分10秒。好、哦，这快点了，有进步啊！来，再喝一个，喝一个。哎，这还有包子呢。嘿，你爸，叉叉叉叉叉叉。这回多长时间？3天没回来。这回怎么这么长时间呢？肉包子呀。啊，要是素的，这就回来了。行行行，您甭解释，肉包子打狗，我们都知道。啊，有这么个成语吗？是吧？什么叫成语？成语，成语，成语。哎，有没成语吗？两口子是相当的恩爱。嗯，这天你母亲跟你父亲说了啊，哎，云伟啊，哎，这这，你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爸爸叫云伟啊。对呀，李云伟啊。啊，李云伟，我爸爸也排云字儿，你看了吗？啊啊，我很愿意跟你一块儿过日子，啊、我很爱你，我决定了，我要写份遗嘱。写遗嘱干嘛呀？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你，有一天我要是死了，整个粮乡房产地业全是你的。呵，唰唰点点写完了，按上手印儿，你父亲拿这张单子，眼泪都下来，感动了，夫妻感情太深了。就是，他写着了，嗯，他死了，嗯，把这东西都给我。对呀。他什么时候死了啊？这感情还深呢，很恩爱啊。恩爱什么呀？你爸爸一宿没睡觉啊，静地想一主意啊啊，转天给自己化妆，穿上老太太的衣服，哦，弄个头巾系好了，准备一篮子苹果，哦，其中摘一大个儿，哦，最好是里边打进毒鼠墙，外边抹上苏丹红，嗯，这多红啊。太好了，嗯，你爸爸不知从哪儿看的白雪公主来啊。对对对，围着你们家门口一喊卖苹果，你妈听见了。这点来说啊，你母亲嘴太馋。您怎么知道呢？呵，什么都吃啊。走到庄稼地旁边，高粱杆子撅一罐，哗哗哗，这也太馋了，什么都不就嚼三根跟玩似的。哇，一听卖苹果的来了，进来吧。一瞧，呵，好看呢，抓起一个要咬，你爸爸拦着，别动，这这甜这个，对对对，你妈拿起来光整个搁嘴里边了，一下就憋死了。那能不憋死吗？这么大个苹果，就是整个下去，全下去，咣当一下子人躺这儿了，你父亲眼泪下来了。嗯，说归说，闹归闹，真死了自己受不了啊，啊，也心疼，把头巾摘下来。嗯，哎，今天是个好日子。是难过的吗？这个心里不是滋味。那也别唱这歌啊！大办丧事，大棚，
死人装棺材，来了一帮人抬着往外走，走了大门口没留神，咣叽一下子，怎么呢？这棺材撞墙角了。哦，这苹果打你母亲这个嗓子里边咕噜出来了，咕噜咕噜咕噜出来了，你母亲又活了。哦，这口气又上来了。呵，你瞧见了吗？死而复生。嗯，赶紧吧，把人抬回来。打这儿起，你妈又活了18年。嘿，18年呢？啊，18年之后这天犯心脏病，真去世了。哦，真没了。前些年那东西我都倒腾出来，嗯，重新装棺材，搭出去埋去。嗯，走到门口，你爸爸喊：“千万别撞墙啊！”我爸爸都做了病了。太壮了啊！我是真怕熬不过他呀。是，搭走，搭到坟地，一瞧，嚯，都人都齐了，连那挖土机都准备了啊！你爸爸看着挖，使劲挖深点，挖挖，一直挖，挖来挖去，哎，挖透了啊！把地上挖透了，透了。你爸爸跳过去一看，过俩外国人，啊、你干嘛？没事，埋死人，这儿不让啊！啊，这是哪儿？这是白宫。挖到西半球去了，太深太深了，重新挖吧。哎，深挖地下1万公里啊，埋好了，都弄得了。你爸爸站上面踩，看你还哭得来。您瞧这两口子，嗯，回到了家，你爸爸眼泪下来了，嗯，受不了了。现如今啊，我坐在这儿喝茶，他深埋地下1万公里，是，你早干嘛去了？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参，啊，海参倒比虾仁贵，虾仁40买斤。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唐诗，唐诗，没有后头这两句啊，后头这两句没有，这是卖糖的那人说的诗。这不怎么样。为了纪念你母亲啊，缅怀他老人家，你父亲决定找一媒婆来啊。啊，找媒婆干嘛呀？续娶一房啊，缅怀你母亲。这叫缅怀吗？这媒婆刚出去，门口老百姓都来了，嗯，站在门口跺脚骂街。嗯，你爸爸不听这个。各位，老街就就连我云伟办事儿，说实在的，您别提这名字了，就我从来不亏心。我要是对不起我老婆，天打五雷轰，话音刚落，呼噜噜噜，啪，一个雷把你爸爸劈那儿了。这实话就不能说啊！再起来，这脸都糊了啊，头都立起来了啊！后边房子也着火了，万贯家财付之一炬。哎呀，按说起来啊，搁在别人家，这就算败了家了。那当然了，搁在您家里没事儿。怎么呢？要不然后来怎么能有李菁这么有钱呢？啊，怎么回事啊？清理废墟的时候啊，你父亲发现你们家有点祖产。哦，都有什么呀？可值了银子了啊！把这些东西卖了之后，陡然而富，依然是粮乡首富。都有什么东西？别的不说啊，就说这武器，就了不得。哪武器呀？铜、铁、瓷、漆、木。嘿，五样器具。哦，这是五样东西。这五样东西是富可敌国。你瞧，就拿这铜器来说，您先给说说，谁也没见过这么好的东西啊！多少年了那是啊！想当初元朝末年，至正天子荒淫无道，普天下刀兵四起，狼烟滚滚，安徽人朱元璋揭竿起义，推倒大元，建立大明，只皆因日封时王，才引出来燕王扫北，建文逃难，永乐大帝定都北京，江山安泰，国富民强，一直传到了末帝明思宗朱由检，也就是崇祯皇帝。是崇祯帝有道不服，在位18年，汉9年，涝9年，普天之下哀鸿遍野，逼反了大西王张献忠，闯王李自成，起义大军直抵京华，大太监曹化淳开张仪门献降，崇祯帝擂鼓创钟，文官不见，武将不朝，身边只剩下先奸后忠秉笔大太监王承恩，君臣二人跌跌撞撞来在了眉山之上，崇祯帝刻刻忠直，写下血书，小玉离场，进城之后，朝中文武刀刀斩尽，各个杀绝，休要惊得我城中的百姓。写罢之后，披发显足，自缢于凉亭之上。当面八太监王承恩自缢于歪脖树上。
闯王进京，李国珍棋盘街坠马，童棍打死吴兵部，刘宗敏霸占陈圆圆。消息传来，山海关气坏了吴三桂，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是焉能不报？下沈阳请清兵，十四王多尔衮带兵入关，李自成战死湖北九宫山，江山一鼎，改国号为大清。自清朝定鼎以来，那真是万国来朝。咸丰年间，由打高丽国进贡北京两桌铜器，这两桌铜器到了北京，先进到李王府。那时节是李王爷全朝，李王一瞧这两桌铜器，那真是天珍贵宝，万金难换，上等的宝贝，自己府里就留了一桌，那一桌送到皇宫万岁价钱。那时节，你的曾祖父在李王府当差，是李王爷爱惜他，老成练达，忠实可靠，就从这里边选了一样不要紧的东西，赏给你曾祖。他很为难的，有心要吧，这是皇上家的东西；有心不要吧，又怕王爷生气，是赶紧谢过王家千岁，把这铜器拿回家，可是没敢用，这是皇上家的东西，埋在了后院歪脖树下，吃着往后边儿尊吃这个就吃不清。到咸丰七年，走漏风声，御史言官知道了，在皇上家前起造一本，说你们家私藏共宝，有欺君之罪。当时龙颜大怒，派官兵到你们家来搜，合着到了你们家，直接把这东西就刨出来了，把你曾祖拿在了大理寺严刑拷打。后来多亏李王府的人，才把他保出来，就为了这件铜器呀。这个什么铜器呀、啊？一个耳挖勺啊！耳挖勺啊！要耳挖勺，我替你吹，我是韭菜。怎么呢？那上面还有耳屎呢。这不卫生，这个、好东西啊！什么好东西 啊， 啊？这不怎么样，这是饶的哦。这个无所谓，真正值钱得说你们家的铁器。您再说说我们家这铁器。想当初，您有一位二曾祖哦，二曾祖叫李云金。哎。我这二曾祖也排云字儿，大户人家他讲究这个，这辈儿就有点乱了。从小就有神童之美誉啊、哦，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女儿干殿下九千岁之侄。哎，这是我二曾祖，这是刘瑾。哎，谁让你说刘瑾了？十八岁入得翰林院，身为编修。这一日正在抄书馆中奋笔疾书，耳边相忽听得内廷总管口传遗旨，说。淑妃娘娘有请哦，听到这儿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呀、啊。若是别人还则罢了，淑妃娘娘可非同小可啊。想当初西域有一科勒国，欠我大清三年贡饷，万般无奈，近来美貌女子希勒玛雅伊斯拉巴汗，这什么名字呀？这是此女子之生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皇上一见此女，大吃一惊，好一次两腿交头，怀里抱着杯。还有杜十娘当下封为淑妃，在宫中权势熏天，今日李国不选，到所谓何来？急忙忙整官束带来在了内廷，但得见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楼台殿阁，雕梁画栋，好一派人间仙境。来在寝门前双膝跪倒，微臣再次叩旨。耳边厢就听得娘娘一声娇呼：嗯，你咋才来呀、啊、你娘娘怎么这么怯呀、啊？干啥去了你、啊？你干啥去了你、啊？什么娘娘啊？都称微臣在此候旨。娘娘吩咐一声：“朱脸卷气，紧走狗。”行行行行。您拿普通话学吧啊！娘娘这普通话差点儿。您说的好啊！吩咐一声，珠帘卷起，金钩高挂，两旁边内侍就把你二曾祖请到里边来。娘娘说，昨晚哀家我写了一首诗，请您过来帮我叫上一下啊！有人递过诗来，二曾祖拿着手动，大吃一惊，上写怎么写的呀？两只小蜜蜂啊，飞在花丛中，飞呀、啊，啊啊，飞呀、啊。什么诗啊这抠眼观瞧见娘娘柳眉带笑凤眼含春眉梢眼角写不尽这万种风流不由得心潮澎湃要说两个人年纪差不多岁数也相仿、哦、那年娘娘才当十九岁你二曾祖也不过才二十多吗八十四了啊差不多那般配什么呀正在一马心猿之际忽听得圣驾到哦皇上来了是这可要了命了、嗯、想当初孔圣人教导我们说有主的干粮不能碰啊是孔子说的急忙站起身来往外就走无意中跑入皇上的上寺院发现地上铁器一宗捡起来揣在怀中越墙而出从此后辞官不做指着这件铁器全家人都吃不清啊都不为就为这铁器呀什么铁器呀、啊、办了马掌、啊
费半天劲就马掌啊？要光马掌，我替你吹，我是茄子。怎么呢？上面还大钉子呢，这不露脸。这钉子是宝贝啊！怎么呢？它一边有帽，一边有尖儿。哎，是钉子全那样，这两样这是饶的啊，都是饶的。真正值钱是你们家这瓷器啊！你再说说这瓷器。想当初你的三曾祖做过官啊，做过一任九江道，在九江官窑顶烧出了一样硬无彩掉了地下，嘎嘎乱响，都摔不碎的好瓷器。什么瓷器啊？办了调羹脑袋，调羹脑袋呀！光调羹果，心疼果胡萝卜。怎么呢？那上边还有花呢。那叫什么呀？花你擦擦不掉，知道吗？对对，是你洗也洗不掉。真正值钱得说你们家的西器。这西器怎么好啊？世界有五大洲：亚、西亚洲、俄罗巴洲、南北美的加州、澳大利亚洲、亚非里加洲，又打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挪威、日洲、欧西各国选来上等的西器，刷刷刷，镜子上镶宝，脖子手上不压那个照着剑门，这种好西器。什么西器？一张烟卷纸。烟卷纸啊，用烟卷纸我心疼我是青萝卜。怎么呢？那里边还烟头呢。烟头啊，多半截，多半截也是烟头啊。中南海的，这玩意儿你好好说啊，我们家有好东西没有？这几样，这可以送。你全送了，那指什么挣钱呢？真正值钱就是这木器。好，这木器怎么挣钱？它显过圣啊，吓死过人。您给说说，这是多少年了？啊，庚子年，庚子年，1900年。哦，义和团反清灭洋，在北京东城西总胡同打死了德国钦差，叫克林德。是，弄倒了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城。北京一破，皇上就跑了，西太后也跑了，文武大臣、保驾的、帮闲的、烧火的、做饭的，全都走了。整个北京城没人管了，八国人进了北京，你站南我站北，他站东他站西，把北京就给分了。那时节你们家住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对，属于德国占领地界。哎，德国的守将叫瓦德西，带着洋兵搜捕义和团，你们家也不拿着那些仇人，报告瓦德西说你们家私藏义和团。哎呀，这了不得。瓦德西听怎么着，有人私藏义和团，带着洋兵上你们家，就呵，一个个是凶啊，弓上弦，刀出鞘，枪口上了大刺刀，来了你们家，这屋搜那屋找，这屋瞧那屋看，找来找去没有，找到你们家后院这间北屋，打开门就这木器唰啊，烁烁放光，嚯，当时吓死六个德国人。瓦德西抱头鼠窜，打这起也不查街了，也不搜义和团了，一直等到各公使联合签字的时候，唯有这个德国不签字。那时节大清国全军代表是李鸿章、李中堂，一瞧这瓦德西不签字，可就慌了。哎呀，瓦德西将军为什么迟迟不签字？莫非说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提出来吗？瓦德西连连摆手，哎，我国不愿合约，只因在你国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件木器，无故放光，吓死我国士兵。若有此物，得一致绝不合约。内务大臣慌忙跪倒，口禀中堂：是方才瓦西将军所言，确有其事。在前门外前门大街有一家住户，他家有一件木器，乃是宝物，受了日精流啊，并非无故放光。瓦西听怎么着？宝物，非要二次参观。各国公使跟着来了，来到你们家一瞧这件木器，哎呀，瓦西两眼直流眼泪，他哪见过这？这个呀，非要带回国给国王看看不可，你们家人都急空了，这是宝贝呀。是，最后没办法，各个公使联合签字画押，才把他的东西带回了东西欧，各处都展览，记者照相，巴马赛会得头等奖章，到时候跟你们家送回了宗族，囤了这么些年都不为，就为了这件木器呀。什么木器呀？办了锅盖。去你的吧。